2013全澳青少年普通话歌唱大赛炮卫杯决赛就在今晚举行啦。决赛前夕，一班参赛者密锣紧鼓咁样不断练习，为求达到最好的应战状态。咁晋身决赛嘅佢哋将会使尽咩浑身解数去凸显自己嘅才能呢？我哋拭目以待啦。我是9号参赛者吴明明，我是8号参赛者李晓慧 Elise， 我是12号的参赛者陈创旭，我是11号的廖奇芬，我是3号参赛者杨嘉熙，我是6号参赛者杨德仁，5号参赛者陈丽莹 Evita， 我是今次7号的参赛者吴志之，我是2号参赛者吴新明，我是10号陈嘉宏。こんにちは皆さん、私は1番の吴宏志です。